Hello，Hello，hello. 多少 Hello？我是 Hello，遇到没 Hello？大家 hello，我哋等一等啊嚇，今日咧就講啊，我以為今日可以跳住嚟講，但係其實又唔得。我哋今日講一個德國畫家 Hi，Bellison 時間嘅，各位 hello，Maggie hello，Kerry hello，Sukuku hello，Hilton hello，ER hello，阿神 hello。Annette, hello，23個，我哋等咗2分鐘啦。今日咧就會講特別講一張祭典畫，今日講一張祭典畫，咁就裏邊有基本上係今日我會講呢一張啦，同埋後邊都有一張，佢係一張祭典畫裏邊嘅，咁就有啲 point，有個 point 係有趣嘅。有個 point 有趣嘅，今日講埋之後咧，我以為今日可以一次過講曬啦，其實有我望落去咧，嗰個都係睇嘅，可能我下一堂講 Bosch 嘅，即係啲妖怪嗰個特異嘅，我睇下會唔會抽嚟講，咁我哋先再講後邊，好嘛？OK，Kitty Hello 23個好，我又賣少少廣告先開始啦嚇。一兩分鐘啦，大家好，歡迎嚟到傳媒畫室。今日就係藝術的故事，今日講第22集，就係呢本《Story of Us》嘅導讀啦。咁就今日就講一個德國嘅畫家，就好冷門嘅啦。我覺得對香港人就超冷門，即係上集講 Dua 白兔咧，就可能你哋都望過張畫，唔知佢咩名。呢、這個就一定唔知佢咩名，同唔知咩畫。即係相比起其他人嚟嘅，叫做 Gunnerup，咁就非常出色嘅畫家嚟嘅，其實係。咁就未開始之前咧，就你又休息攰啊攰啊，開完工啊咁樣。咁樣咧就想支持繼續屯門畫室嘅營運咧，想支持我嘅睇啊 like 啊 share comment 嗰啲就必然要啦。咁就可以去我哋嘅 Mini Pity 嗰度咧，就一個網上嘅畫材專門店嚟嘅，我哋係專賣日本同歐美貨品嘅，可以喺嗰度買嘢啦，好冇？OK。第二咧就係我嘅 Patreon 啦，咁如果大家有興趣想支持我嘅話，都可以去屯門畫室嘅 Patreon 嗰度咧登入咧，用5蚊美金，大約40蚊港紙做月費嘅會員贊助咧。我裏邊就係有嗰個素描入門十課啦，就全十課有晒噶啦，同埋水彩入門十課全十課有晒。即係話咧，你俾40蚊港紙月費咧，你就可以睇20集嘅課程啦，再加上其他課程嘅，咁就連載中嘅有油畫入門十課啦，聽日就應該係第二集，咁我又會做10堂嘅。OK，hello，好，26個人，OK。今日咧，我哋就會輕鬆傾一陣偈先啦。嗱，今日讀個字咧唔係好多，我讀呢段呢度快讀嘅，跟住去到 E-log 都會講咗，跟住去到呢度就冇啦。好，我哋睇少少字先好冇啊？睇少少字，跟住我播一啲我有條片嘅，今日預備咗大家，我播少少片，然後我再讀埋下半，好嘛？我哋有個Q&A 環節，即係問你哋呢張畫嘅環節，好嘛？我大約有少少字，你容易啲，大家容易啲理解，然後我哋咧先至再掘深啲，好嘛？OK，我哋開始啦喎。嗱，上兩集咧，我講咗嗰個咧係德國。我哋啱啱係講緊嗰個時序咧，就係文藝復興盛期啦，High Renaissance 啦，係咪？咁就絕大部分人認識嘅 High Renaissance 嘅嘢都係意大利嘢啦。咁而意大利嘢嚟計，就係以三個人係最好多嗰啲細路仔讀嗰啲書都會有講文藝復興三傑啦。
即係達文西啦、米高安哲魯同埋拉斐爾啦。咁我哋講曬㗎啦。同時代咧嘅北方咧，我哋仲有威尼斯畫派啦，即係 Titian 啦，我有講咗㗎，即係寫生好強嗰個啦。咁再同時間嘅上邊嘅地方咧，我哋叫做 Lower Venison， 即係話意大利以北部嘅地方，我哋都計喺同時間文藝復興時期嘅包嘅地方。咁我哋集中講都係幾個地區啫。德國係其中成日講嘅地區，係啊，棉花成日叫佢咁，佢老啊，而家好似有啲疏疏地咧，個腦唔知乜鬼腦，佢老咗啊，而家成日會夜晚會叫嘅佢。OK， 好啦，咁咧。上一集我哋講 Dua 咧，就講咗兩集噶啦，咁我就好開心可以講一集用一個鐘，我用咗兩個鐘頭嚟講 Dua 啦，我都覺得破咗廣東話講 Dua 嘅記錄噶啦，係咪？唔係叫春啊，佢幾廿歲啦，唔叫春啦，佢十九歲、二十歲貓啦，佢老人家亂叫，佢淹咗噶啦。好啦，咁對比起 Dua 容易啲講咧，今日講呢個叫做Gunnarun 咧。就難講㗎，即係佢比較更加需要講解先至去識欣賞啦。所以我會用今日我大約而家35分鐘，我諗我用一個鐘頭時間同大家咧就一齊閱讀依一個畫家，好嘛？我哋有啲 background 我哋要知嘅，我哋開始啦嚇。唯一喺技藝上邊同偉大程度能夠同Dua 匹比嘅日耳曼嘅畫家咧，竟然咧俾人咧～遺忘到甚至唔記唔冇辦法知道佢嘅名啊。OK， 而呢件事件真係好奇怪。17世紀咧，有個作家咧好含糊咁提過有個地方啦。呢啲我唔識讀啊，啲德文。咁就有一個叫做 Gunnarun， 我又讀得唔好嘅。你哋自己睇個名仲係啦嚇。總之佢咧就活躍於1300，即係好鬼唔係好多敘述嘅嘢嘅，即係好多記錄唔清楚嘅呢個畫家。呢位作家咧就稱佢做日耳曼嘅柯瑞喬啦，並鮮明地描繪咗，即係有一個作家描繪咗依個叫做 Gunnarun 嘅畫家嘅生平。好，我哋可以睇下少少佢。咁突然咧喺有關時代嘅記錄同埋文獻裏邊都揾唔到依個畫家噶，好少記錄噶。OK。所以咧，我哋可能都係搞錯咗，但我哋今日都係認定依個畫家叫依個名字，因為某一啲歸類於此大師嘅話咧，都有依個 MGN 依個宿舍啦。OK， 咁依個都唔係好重要。咁咧有啲咩畫家嗰啲唔重要嘅。OK， 總之咧，依一個人畫家係個謎嚟嘅，佢唔係好鬼冇咩資料嘅，就算佢嘅我哋叫偉大程度啊，有時咧好得意噶。藝術史上邊咧一個畫家留名咧，就唔一定係佢嘅即係啲畫好創新啊，或者咩，或者係甚至乎再遠少少，我哋好難分係咪真係個畫家畫得好靚佢就留名，畫得唔靚就唔留名，又唔係嘅。應該話佢有重要性，即係話佢留得名嘅畫家咧，就係話。感覺上、歷史上，佢係冇咗佢嗰段時間就唔係好掂。OK， 嗱，而家有39啊。簡而言之咧，好似 Dua 咁樣，即係上次嗰個啦，活生生嘅人咧站喺我哋前面咧，我哋咧就對佢嘅習慣、信仰、偏好啊，同埋奇蹟咧，即係我哋知道曬佢所有嘢，了如指掌。但係咧 ，Gunnarun 就好似莎士比亞咁樣。依個咧唔僅於由於係巧合啊，我哋對咧 Dua 咧，即係依個原因咧，唔係個巧合嚟嘅，係有原因嘅。OK， 我哋點解同對於 Dua 知咁多咧？完全係因為佢自視為本國的藝術改革者與革新者，佢咧就係認為自己係嗰時德國嘅藝術嘅改革者，得唔得？佢自視好高噶，好嘛？他考慮咧，正在做的事同埋點解要做咧？記錄佢旅行同研究咧，佢啲嘢 drop 低曬落嚟噶，好多嘢留俾後代去研究，並書寫來教導他這代人。因為佢要 drop 曬啲 notes， 所以佢認為佢嘅啲 notes 可以改革咗一個嗰時嘅德國，即係俾多啲資訊佢哋。但所以佢寫好多嘢出嚟。
而因為呢啲資訊，我哋就更加理解 Jua 呢個人啦，就係咁簡單啦。OK， 所以其實自信咧係完全冇問題嘅。咁咧，但冇嘢顯示咧，依、這個冇嘢可以顯示依、這個叫做 Gunnaro 嘅畫家，今日講嘅畫家咧，佢有好多傑作噶嚇。以同樣嘅態度嚟看待自己，佢又唔係咁樣睇自己喎。呢、這個好。好開心就係我開依個 YouTube 咧，就講依個藝術史嘅嘢，我可以講到好深入。同埋咧，好多時候咧，我自己都係唔知第幾次睇依本書啦。咁但係因為好老實計，歷史書嘅你就算讀過或者乜嘢咧，你唔會攞翻出嚟咁啊！你平時係嘛？你唔會，因為你冇乜人可以傾嘅依啲嘢，好孤獨嘅其實嗰陣時。咁但係咧，就我自己開咗依個 topic 啦，係咪藝術史的故事啦，藝術的故事啦，係咪開到第廿二集啦？我就逼自己每逢禮拜四，我一定要用一兩個鐘去睇翻依個藝術史，因為我今日要講嘛，所以我一定要講。咁樣就阿伊麗莎咯，所以就得意嘅。依兩今日點解要深入啲講畫家？就係話依個畫家就係上次我哋有睇我有睇我上兩集講嘅朋友咧，聽眾都知道咧，佢係 Dua 嘅相反，佢係 Dua 嘅相反，佢唔係睇自己係改革者，但係唔等於佢冇 Dua 咁偉大，可能個影響力冇咁大，因為佢冇不革新。即係但係佢又有做到一啲嘢出嚟。我而家話俾你聽，呢個係好好嘅一個例子，話俾大家聽，一個偉大嘅畫家其實就真係唔一定係發明一啲新嘅嘢，畫一啲前人冇做嘅嘢，糅合咗啲嘢，唔係嘅，佢又行緊另外一條路。而咧，佢行呢條路咧，你又唔可以話佢係，即係因為好得意噶嘛！而家我哋成日覺得新嘅嘢就好啊嘛，係嘛？舊嘅嘢就係、是老土啊，或者咩？佢又唔係，我啱講俾你聽下。嗱，所以我哋冇咩資訊啊，因為佢唔係一個自視咁高嘅畫家，佢唔係咁覺得自己有咁多嘢要記錄落嚟。起碼而家嘅人揾唔到嚇。今日所見佢大大細細咧，教堂所做嘅傳統類型嘅少數嘅祭典畫咧。包括依個咧叫做艾森漢姆區依個地方嘅一個大祭版，一個大 autopiece， 即係話咧祭典畫啦，即係我哋睇開個頻道都知噶啦，係乜嘢咧？即係話嗰時擺喺教堂中間最後嗰張，所有教徒都望到嗰張大畫，多數都係木板嘅。咁上面畫啲耶穌喺度，話釘十字架噶啦，好多時都係釘十字架噶啦，得唔得？咁佢係過嚟做乜嘢咧？佢係嗰個傳道人講耶穌啦，係咪啊？嗰時候佢係做佢個 background， 所以你所有人都望到依張畫，亦都係一個教堂裏邊最重要嘅嗰張畫，得唔得 ？OK， 同埋我哋咧就睇一睇依張畫先，好冇？然後我翻嚟就講翻依扎嘢 ，OK。我哋睇一睇下，我熄一熄燈先。等一陣啊！嗱，首先咧。我要俾大家睇一條我光啲先，等一陣啊，打爆先。好，大家都睇到呢個 YouTube 係咪？望到啊？望到嗬。嗱，依一張畫咧，我依家會俾一個 size， 一個OK， 我俾咗張 size 你睇先，因為 sorry， 我應該咁樣你哋會易明啲。等啊！OK， 嗱，首先咧，依一張畫個 size 咧就係咁大張嘅，而家就係喺法國依張嘢應該係，
嗱，你見到兩個外國人企喺度，佢係去到咁大張噶。咁樣咧，你見到咧，佢中間有個耶穌啦，係咪？跟住隔離又係鑊鑊都係噶啦，瑪利亞啊，佢阿媽瑪利亞又暈咗喺度啦，係咪？跟住扶住阿媽瑪利亞嗰個咧，九成都係聖莊嚟嘅 ，OK。跟住側邊有啲聖人啦，嗱，你見到依個咧係佢係咁樣噶，佢可以開再開再開噶。你見到佢個 size 先，首先個 size 依一張係好大張嘅，好大張嘅祭典畫，得唔得？好大張，依個耶穌係差唔多一個人一比一 size 嘅咁大張。OK， 好嗱，四十一個朋友喺度，我哋開始問答環節啦。OK， 知唔知點解要咁大張有咩用？即刻答我先，你一步一步答完，我又再問一個，答完又再問一個，好冇？我哋點解要咁大張啊？話有乜嘢用啊？大家諗下，請答。我等你答咗，我先至繼續講。請回答一下，大家要答嘢噶，答咗我先至繼續講落去。呢件事好重要，顯然係異體係，咁各行為啲都係一比一個比例係，但係點解係一比一？個最大感覺係咩？知唔知點解一比一？容易睇到有一震撼力啱啦，最重要朝聖感覺會有啦，係咪？大家都啱，親歷其境中，真實感中，就係、是、前邊嗰個耶穌好似真人嘅耶穌，得唔得？所以要俾咗一個一比一嘅 size， 真實感咪冇錯啦。等你哋喺教堂嗰時，或者見到依張畫嗰陣時候。就好似見到一個真嘅耶穌，遠嘅睇啲都係嘅，得唔得？依個係其中一個最重要，嗰樣嘢好真實啊！我哋咧喺書度睇嗰張畫，或者我哋喺我俾 YouTube 你睇啊，係嘛？大家睇唔到個 size 㗎，有邊個會睇完張畫嘅圖片嗰度睇一睇個 size？ 冇錯啦，嗱，唔好睇少依個一比一 size， 或者係細過一比一 size， 或者乜嘢咧？嗰陣。第一眼望到呢個耶穌咧，你就會感覺到，你仲要記住喎，大家呢個係500年前嘅畫喎。你係一個教徒入咗落去，然後睇到呢、這個，你就喺面前嘣一聲，仲係一張咁寫實嘅畫，嘣一聲，佢有一個真嘅耶穌掛咗喺度啊，係非常非常震撼㗎。嗰時未有相機，未有電影，未有得打機，係咪啊？好唔 OK？ 好，跟住。嗱，依個板咧，你見唔見到佢嘅設計？佢側邊有兩塊，然後咧，佢下邊呢度都仲有噶。下邊呢度仲有一啟噶。嗱，佢個係咁樣嘅，佢度側亦有兩個聖人啦、聖嗰啲啦嚇，我唔敘述啦，你哋抄翻啦，嗰個都唔好重要。最重要有個耶穌喺度，然後下邊有一個。呢、这個係掛緊嘅耶穌，仲釘個十字架耶穌。呢、这個咧就是、已經將佢放落嚟嘅耶穌，得唔得 ？OK， 好，呢、这個係 size 我哋睇咗嚇，跟住我哋睇下呢、这個嘢咧係有三層嘅，佢可以掀開嘅，好似反，好似開窗再開窗咁樣嘅。不嬲咧祭典畫咧好多時都係有兩層嘅，即係佢有一層係蓋嚟嘅，開咗就有裏邊嘅。咁你平時睇到佢咧？就係、是、可能係刪咗嗰個 version 嘅，得唔得？然後咧，佢哋係會特定一啲日子咧，就會開裏邊俾人睇嘅。OK， 我再俾大家睇下裏邊嘅設計係點樣啊！嗱 ，OK， 睇唔睇到？呢、这個咧就頭先你見到嗰個 version 啦，係咪？但係其實咧，佢係會掀嚟掀去嘅。嗱，你望下，嗱頭先係咁樣噶嘛？頭先一睇到嗰、那個，呢、这個就係個蓋，呢、这個係冚曬嘅 version， 即係話嗰陣時間
理論上係最成日都係會咁樣嘅，得唔得？即係依個係最常見嘅 version。跟住咧，鉛佢裏邊嗰啲 version 咧係根據一啲特定日子而開嘅。嗱，佢下邊會有張咁嘅畫，依個模型係跟翻過嚟做。依度一層就會裏邊見到依度啦。如果佢攤開咗，就會咁樣，得唔得？然後咧再鉛多一層，就會見到咁樣，得唔得？一係嘛？所以依個係好複雜嘅。就係點解好少有，我又唔係見到好多有三層咁樣嘅，好多時候淨係開個門，即係分出邊同裏邊咯。但係依個係特別大嘅作品嚟嘅。咁裏邊嗰啲畫，梗係佢有個原因要咁樣，邊啲擺出邊擺，邊啲擺裏邊嘅其實。OK， 好啦，我哋睇完咯喎嚇，跟住我哋睇翻嗰張畫先，好冇？好啦，大約知道嗰個 size 同埋嗰個結構係咪？好啦，我俾你再望一望先，嗱，睇下啲圖先。OK， 睇唔睇到大家？好啦，依一張你前面有兩個人企喺度，你就睇到個 size 啦，得唔得？大致上就係成日都係會咁樣睇到。我 William 遲到唔緊要嘅，好啦。依度係面嗰度啦，係咪？哦，佢拆咗喺後邊，好似依個係睇下先，拎後啲，大家清楚係咪依度？拎再宣傳啲。好，我哋咧嗱，依個係嗰個啦，依個係鉛咗裏邊，依個鉛第三下，得唔得？好，我哋傾依一張先，好冇？裏邊嗰兩張我唔係好傾，我講兩張。好啦，大家依度咧嗱，會見到最主要咧側邊咧有兩個唔知嗰個成日射箭死嗰個聖人啦，同埋好似依個係聖 Jeremy 定係乜嘢㗎？依兩個唔係好重要嘅，我遲啲講。OK， 我哋今日簡單少少，我哋講前面依一張，下邊我再講。好，依度我哋嚟啦，我騰翻好個位先。我找不到這一張很高清得很重要，但是我找到這個畫家畫很相近的耶穌的，待會我會給大家看看的。Sakara Hello Hello 大家好， OK 啊， OK 啊，很大張是不是周老師跟 William 說好了， OK 好，現在這張畫是不是大家發現發不發現到有一個大家看到什麼重點啊？在這裡留言啦，看看有什麼是不是有沒有啦。這個呢我剛才我都說過了，它呢跟 Dua 不同， Dua 其實很吸收意大利 High Renaissance 的新的發明，即是譬如剛剛的大小比例啊，透視要剛啊，是不是？再加上自己很多寫生下去，觀察自然 建築啊那些都加了下去，是吧？所以 Dua 呢就是用新舊合體創了一個新的面貌出來的，其實 OK。 但是呢這個今天講這個呢 Gunnaro 呢就不是這樣了，它比較傳統一點，大家看不看到有什麼它是不是很意大利文藝復興的，雖然它是德國畫，大家見不見到有什麼它做了一件事最主要的是不意大利文藝復興的，或者一兩個 point 啦，大家睇下留唔留意到嗱，大家試下作答好冇？觀察下依張畫，佢做咗乜嘢係？你覺得同我之前講嘅意大利畫好唔同？其實有好多個 point 嘅，但係有一個最容易見到嘅，嘗試作答。喂，快啲啊！冇人。答到啊！背景啊，手勢啊，法術語句，法術語句依度講嘢，依度講嘢，依度都會講嘢。係啊，
多數咧喺文藝復興時期，成日都會將寫咗想講嗰啲嘢寫出嚟嘅，唔寫生係啊，唔係好寫生係啦，個背景暗曬啦，係咪啊？好啦，嗱，我試下再將嗰樣嘢我框細啲俾你，大家睇唔睇到比例上有乜嘢問題？其實唔係問題嘅 ，sorry， 即係咧唔可以，唔係太對稱係嘛？但係都都還好啊，對稱都少少對稱啊，係嘛？係嘛？但係嗱，我唔可以講啱唔啱嘅，因為我修正翻啲字眼。用意大利文藝復興盛期配用達文西、拉斐爾、米高朗基羅嗰條巴巴尺去度佢咧，唔應該係咁。所以其實唔係啱唔啱，係佢唔同，隻腳係會有啲嘢嘅，隻腳啱啱講嘅都對對地嘅，係啊，人比例拉長會有咗長嗰啲比例，仲有一個好大嘅唔一樣嘅，大家同睇唔到啊？咦，冇理由喎，你好醒喎，睇唔睇到個最緊要個比例？High balance 唔會用咗依一個比例出嚟噶，今日佢就用緊，所以你就咁睇到依個嘢咧，唔係耶穌受傷，唔係，大家都仲未好睇到啊！耶穌大啲啱啦，曉同眾，嘟嘟嘟嘟嘟，又係用翻一個歌德嘅方法，就係話邊只嗱邊只耶係啊，聖母好細啊，如果同耶穌比，聖母好細噶。你看有聖母，聖母對同去聖母咁高，佢去到耶穌條腰嘅咋，就係、是、依個好歌德啊，亦即係德國佢以前嘅傳統，即係話乜嘢大啲重要啲就畫大啲，冇咁重要畫細啲，係咪啊？見唔見到依、這個係好明顯唔同啦，好嘛？佢咧，仲有咧。那些人全部都是寂寞的，他是即好像因為他要 function 到呢這個耶穌話，我經常叫做耶穌聽十字架，耶穌話最重要的重點是敘事，他要講出耶穌那個故事出來，所以他們那時候是第一 first priority 要做這件事，好不好？第二呢，手腳呢大家都發現到一些東西就是他們的，我試下不是很高清的，大家看看你見不見他的手指是怎樣，你見不到這個耶穌跟你以前看的耶穌又會很不一樣，這個不是很高清的吧，但是你見到呢這裡呢中間呢這裡不是有一條線的，佢因為依個係個門，佢開得噶，佢係兩塊板嚟噶，係嘛？有冇見到耶穌嗰個有啲唔一樣啊？我用翻依一個，依張唔知道會唔會清啲，差唔多都係。依個耶穌有一個好大嘅重點，痛苦好多，冇錯啦 ，William 中啊！你睇下耶穌個身爛曬肉噶，好痛噶。冇咗乜嘢啊！冇咗文藝復興盛期嘅 ideal beauty 理想美，冇咗佢哋會畫嗰、那個將個人美化，佢冇嘅。依個耶穌又瘦又剩，瘦到恐怖嘅。你睇下啲手，你睇下佢，你睇下佢強調緊啲乜嘢？佢強調佢釘十字架嗰時嗰個痛楚，隻手扭曬曲。你睇下佢下邊流緊啲血。嗱，依個唔係好清噶，依家我俾個高清你睇啊，就唔係依張嘅。痛不欲生，冇錯啦，好痛，佢強調痛啊！你睇釘到手指，你睇佢頭上邊嗰啲荊棘插落佢嗰個頭度，你睇你睇下佢個口開咗噶，痛到死咗噶啦，一係就未死，一係爭啲死啦，好似樹枝咁樣，係啊！你再睇下佢個身。嗱，依個係低清版，唔好意思，我揾唔到。你睇下佢瘦到，你睇下佢身仲有啲刺，嗰啲荊棘刺嗰啲棘咗喺度。依個唔係好 full 到啊！你再睇下佢啫。你睇下佢大髀，你睇下佢膝頭嗰啲血管，有啲筋。最攞命係咩？你睇下佢只腳，你睇下佢只腳，
扭曬，你睇下啲血，見唔見到啊？見唔見到手指爛曬，腳趾爛曬啊？係嘛？我都講過啦，德國人係好識畫，以前嘅傳統咧係好畫好多 detail 嘅，佢哋個傳統嚟噶。第二佢係要強調好痛，佢強調好痛係好有原因嘅，因為咧。看到都痛係嘛？佢就係要表達痛。隔離咧仲有一隻咧，一隻羊，你見唔見到佢個心口做咩啊？見唔見到？你依邊只羊做乜鬼喺度？流緊血係啊？揾佢係點樣？做咩流血？個心流緊血。你知唔知裝住佢嗰個咩啊？係啊，就係聖杯啊！知唔知啊？裝咗耶穌嘅血，好唔好啊？好啦，得唔得？明唔明？強調痛，強調痛，依個係加強版咗嘅，即係話咧。如果咧用米高安哲勞咧，佢哋嗰啲手法係將啲嘢畫到好靚仔啊，好有型、好挫噶嘛，佢唔係噶。但係咧，你如果用一個單純寫生嘅手法咧，你就唔可以將一個痛係誇張到咁表達噶。所以其實單純嘅寫生或者係 ideal beauty， 佢有佢個局限嘅。佢個局限係咩？佢個局限你嗰樣要好似你眼見到嘅嘢，要好寫生。譬如 Titian 又畫唔到呢啲咁痛咁痛嘅嘢，但係佢哋用歌德嘅方法撈咗佢一啲而家佢哋嘅技巧啦。我會話佢就可以將嗰個痛加到咁強嚟睇，係嘛？嗱，暈咗啦！佢阿媽即係搞唔掂啊，大佬個仔咁樣表達痛。係啊，嗱，你哋見到好陰功咁陰功咁就嗱，你睇下你睇下邊抹大拉的瑪利亞啦，你睇下佢拜耶穌啲手指，好多嗰啲手指 twit 嚟 twit 去嘅，依張畫有因為抹大拉啊嘛。你哋咧擠擠，如果睇到耶穌畫隔離有個女仔咧，好長頭髮嘅，就係抹大拉的瑪利亞嚟嘅，因為佢揾啲頭髮去幫耶穌抹腳啊，啊拜佢好啦。跟住下邊仲有一張。仲有依一張，就係依張就冧咗落嚟噶啦。嗱，大約見到啦，係咪冧咗落嚟啦？嗱，即係屍體嚟噶啦，成身都係嗰啲疤啊、嗰啲血啊、流嗰啲啦，係咪？你睇只腳，你哋有冇見過？你哋有冇見過啲畫係畫耶穌只腳畫到咁樣啊？佢起完個釘，兩隻腳爛曬，你睇下，你見唔到別係一啲爛肉，係直頭彎咗咁樣，係咪睇得好唔舒服？係嘛？依、這個就係唔跟寫生，唔跟 High Renaissance 嗰度法則，但係同時間佢。就正正因為佢唔跟，所以佢嘅畫就可以保存到依啲咁嘅痛苦啊！因為佢係超過於寫生嘅，係咪響超過咧？總之佢就唔用嗰套方法，佢就可以達到依啲咁樣啦。你睇下爛腳爛到咁樣，係啊，就係咁樣啦。嗱，跟住嗰啲隔離嗰啲又喊曬口又剩啦。同埋應該都係抹達拉瑪同埋阿瑪力瑪佢阿媽嗰啲咁樣噶啦。跟住依個就嗰個驚擊官就擺咗喺度，除咗擺咗喺度。OK 得唔得？好嗱，大約知係乜嘢好冇？嗱，我講少少意思俾你睇下，依個 size 有咩分別先？因為咧，你依張畫佢掛。OK， 我咁樣先啦，唔好意思，因為等一陣。OK， 好啦。我哋係好難嘅，好難去理解一張畫咧喺嗰個年代
掛起上嚟嗰個感覺，我哋要以嗰個衣櫃嘅，因為嗰時嗰啲畫佢唔係，即係佢嗰時冇藝術館噶嘛，佢唔會知道幾百年後之後有啲友仔起一啲 building 就塞曬佢張畫去嘛，佢張畫唔係擺嗰度噶嘛，即係等於梵高啲畫佢唔係諗住賣，有啲自畫像嗰啲自畫自己嘅啫嘛，我點知你而家你搶咗我張畫擺喺度，然後個個抄嘅啫，即係大家要盡量理解翻。嗰張畫原意，佢畫嘅畫嗰時候係乜嘢？好啦，嗱，依張畫佢咁高嘅，要計嘅嚇依啲嘢。你如果企喺度望咧，你底眼望到邊忽啊？你望到耶穌只腳，依個你底眼望到嘅嘢嚟噶，佢中間嘅，得唔得？所以我用嗰、那個佢你就係一隻爛曬腳，佢話俾你聽。呢張畫嘅重點就係痛苦咯，再你拉後睇就成隻耶穌都見曬，成個屍體嚟嘅啦，都唔知死咗未嘅啦嗰陣時候，得唔得？大家明唔明白嗰個震撼嗰、那個 power 嗰個表達咗痛嗰樣嘢嗰個力量，得唔得 ？OK， 好啦，我再講翻一啲歷史俾你聽。呢張畫咧，其實佢當年咧係喺一間醫院嗰度擺喺度。而那間醫院呢就是有這些病的，叫 St. Anthony's Fire Disease， 即是呢他們以前有一種這樣的病呢，生野啊，有些斑啊，有些瘡啊，流脓啊，剩啊，那些分解，即是那些菌啊，生我不知道什麼食肉菌啊，還是什麼那些菌呢，佢係有間醫院，就係專係醫啲人嘅，而依張畫就係擺嗰度。OK， 大家明嗱，47個朋友喺度，48個而家，大家試下答下我，點解要有一張咁嘅畫喺依間 hospital 嗰度？點解佢畫到耶穌起曬粒粒啊？大家明唔明啊？試下答啊，喐下個腦唔該。我俾15秒大家諗，我斟杯水先。好，睇下有冇答先。耶穌陪你一起痛 ，William 就話：因為耶穌經歷過，你哋唔使怕。Leanne 話：在被挖著的時候生病，主對佢哋痛苦亦深入感受。冇錯，大家中曬，就係咁樣啦，就係咁樣啦，係啦，同理心就係啦。所以你要明白依張畫嗰時候，你成身生曬依啲咁樣嘅病。然後痛到媽都唔認得，然後冇乜得醫嘅喎。嗰時候原來佢啲病好大程度係點啊？好大時候咧要截肢啊，只腳啊、手啊斬咗佢啊，所以佢嗰個位喺依度啊。你見唔見到依度有個木位啊？即係只腳斷咗，佢又有意思嘅。因為你嗰啲菌你唔斬一隻腳，佢就生上去啊，可能係咁樣。我冇乜好研究啲菌，但係佢就話，即係佢依個啱啱喺中間位，佢設計喺個位就話俾你聽，其實斬咗都耶穌都同你一齊受苦。你明唔明？你明唔明以前啲 design 幾犀利？唔好睇少依張畫，可以對嗰時病人心靈嗰個位置係好 powerful 啊！你諗下嗰個年代。你又冇得冇依啲病冇，第二係咁生又惹到人，屋企人又埋唔到你，係嘛？我唔知道應該都係教會背景嘅依個 hospital。咁你咪睇依張畫，令你自己俾啲力量你咯，係會易過好多噶。依個係藝術嘅力量嚟嘅，依個係治療嚟噶，係嘛？明唔明？明唔明？大家
勁唔勁啊？所以咁樣睇就係好偉大啦！呢張畫好偉大，係嘛？好 ，OK， 好啦。咁咧咧，再 up 我間再俾裏邊啲 detail。好啦，平時咧就係咁樣嘅二張，一間我俾啲字你睇啦，啲咩名咩名嗰啲，你大約嚟得個理解啦。嗰、那個就係、是、淨次次都係嗰扎人嘅。好啦，佢攤開咗就係咁喎，即係佢依個咁樣反頭先咪公仔嘅，佢反開咗就係咁，反開咗咁樣咧，你最緊要咧，你係睇呢張。好，呢張係睇下睇估到啦，呢張嘢呢張咩嚟噶？見唔見到做乜嘢呢張？大家答下我先。見唔見到係咩啊？呢個邊個嚟嘅呢個？超人蒂娜復活係啦，就係、是、咁樣啦。有冇見過復活復到好似？超人飛上 Iron Man 飛上天咁樣，即係咁樣啦，勁光勁爆啊！嗱，記住喎，佢唔係成日掀開嘅喎，佢過時過節先掀開嘅喎，係啊，係嘛？點解要畫依張嘢喺度啊？有冇人明點解係要畫張耶穌升天喺裏邊，仲要升到咁鬼勁啊？明唔明點解要畫張咁嘅嘢？冇錯啦，冇錯啦，就等病人覺得有希望咯，係嘛？即係你個病會好啊，就算你唔好啊，你死咗都可能會升天啊，係一個盼望，係啊，令佢冇咁辛苦。大家明唔明點解我今日要講呢張畫？就係、是、嗰、那個佢講咗俾你聽，藝術係有個力量喺度噶，佢唔係淨係裝飾噶，佢唔係牆紙嚟噶，佢唔係貼咗喺度，等你個牆冇唔好白色咁煩。藝術本身有一個好強嘅力量，仲要記住你以前係冇得睇戲，冇電腦打乜鬼都冇嘅，你諗下幾強呢樣嘢，係啦，就係、是、咁樣，係嘛？好美好啊，同埋咧。依啲咁樣嘅咧，耶穌升天升到咁樣咧，又唔係意大利人會做到啊！佢哋好誇張，你睇下後邊嗰個能量波喺度，我唔知佢想點樣，好似龍珠咁樣啊，係嘛？你睇下佢嗱，唔係啊，啲手腳都冇事啦，已經，因為唔係好清啊，依張相，手腳啲血啊、啲斑啊冇曬啦，白白淨淨啦，係嘛？痛苦會過去啊，好嘅會嚟，係啊，所以依、這個就係冇跟文藝復興嘅嗰啲新嘅元素、改革嘅元素。我哋不嬲咧都會認為咧 ，Renaissance 300開始至到15中期，我哋覺得係一個進步啊。進步嘅意思係話咧。1500嘅畫好過1400嘅畫，1400畫好過1300畫，其實唔係嘅，其實佢係一個改變嘅過程。每個過程都有佢美好嘅點子啊，佢有一個美好嘅面貌。大家要用嗰個過程嘅態度去欣賞，你先至睇到嗰啲嘢噶。佢唔係，佢係有啲嘢係會可以話哦，佢個比例有得準確啲或者乜嘢，佢有啲係好似係改善咗，但係唔係又唔一定金科玉律嚟噶。OK， 得唔得？好，我再嗱再入啲就仲有啲嗰啲怪獸嗰啲嘢啦，跟住好似雕嗰啲木雕咁樣啦，我就唔講啦，依個太多啦。但係我想俾個 size 大家睇先啊，我有張清啲嘅，少少清啦。個手咧，嗰、那個釘咗嗰個血印咧，那個色嘛，嗰、那個聖痕啊，我哋叫做都仲喺度。但係耶穌已經係嗱一個、兩個、三個、四個、五個個血痕都發光㗎，唔係普通血痕嚟㗎啦。一個傷口啊，只腳冇曬事啦，啲瘡冇曬啦，係嘛？咁樣你大家係咪會明白好多咧？會明白好多係咪？好，我再俾你哋睇下佢嘅啊頭先依個畫家嘅畫嘅嗰、那個
畫得幾 detail 好嘛？我哋等一等，我開翻只嘢先。係咪中唔中意今日依個介紹依個畫？都非常唔錯，係咪啊？非常唔錯。OK。嗱，有一張咧都係佢嘅，係咪依個咧 ？OK， 我哋望一望先，好嘛？依張就可，但可以睇下佢個依張可以，我可以大啲放大啊，清楚啊，列曬呢張都冇頭先嗰張咁精品嘅，我覺得畫，但係大家都睇到個風格噶，啊，睇到個風格。剛才那個手更加離譜，這個都現在我給你看這張圖都 OK 清，都 OK 清。我看看你的手，終於見到就是看看實拍感覺，是啊是啊，清楚很多。 OK， 我們再看看他身都你看瘦到個肚子，嗰啲扭曬咁樣，佢畫只腳先恐怖。依只冇咁恐怖，頭先嗰只恐怖啲仲，依只就冇咁乜嘢，但係真係都好有咧。你睇下口釘啊，啲手指啲腳趾扭啊，啲血啊，係嘛？大家見唔見到？同一個畫家，冇錯。我望 honestly 咧，我望佢畫畫技巧咧，技巧上佢係唔係？佢唔及 Dua 噶，冇 Dua 畫得咁叻噶，佢即係技巧上啊，我講。但係佢又做咗啲嘢 ，Dua 嗱得意噶佢，但係依啲咁樣嘅角度又好寫生噶，喊曬又有噶，佢樣樣嘢撈下噶，冇即係身處嗰個時代咧，啲嘢係撈埋噶，冇得話拆散嘅。但係佢仍然係強調翻嗰啲，譬如邊個重要大隻比例啊嗰啲，係嘛？Okay， 我看看好像還有一張，你等一等，我看一看先。我還有一張，好一點的，都是同一個畫家。Okay， 這張是，剛才那張好像雜作一點，現在這張可能會好一點。我們看，這張還可以去到很高清，見不見到？呢張唔係放喺醫院嘅，應該頭先嗰張就係大祭典畫，就係、精心啲。依啲應該唔係嗱，大家有冇見過畫得咁樣衰嘅耶穌？我冇見過耶穌咧，釘十字架還釘十字架都靚仔噶，次次都係畫到。依、這個真係畫到一個老嘅鬍鬚大叔死嗰、那個，都幾寫生噶。其實個角度你睇下，大家見唔見到啊？都是好，都係好嘢嚟㗎。其實呢張有一個新嗰啲痕啦。睇下啲血嗱，依塊布畫得唔錯，依塊就好好多依塊布。同埋我哋睇下佢嘅手喎，又係。手都扭曲了，個手都扭曲了，畫得唔錯嘅手。你睇下個，你睇下個樹，個樹有啲樹皮，有啲冇樹皮，壓開嚟做木板啊，都非常好。廿二手，你睇下嗰啲血，你睇下佢嗰啲爛咗嗰啲肉。你看看那個力量在這裡，見不見到？ OK， 再看下面，再看看那個腳，看看膝頭哥，見不見到？這腳都很恐怖，
見唔見到依個腳趾啊？依個腳趾非常好，扭曬爛曬，係嘛？我唔知佢，我覺得係寫生噶，我覺得佢係揾到一啲屍體去做一個素描再放。係啊，你睇下爛曬，個肉爆咗出嚟啊！真係咁。但呢個木都畫得幾好啊，個木頭畫得好好，你睇下突出嚟，唔錯，非常唔錯。身邊呢啲人畫得麻麻地，佢唔係好似Dua 嗰啲咁畫畫個技巧，唔係，因為佢未做到好立體嘅，仲有啲，但係佢又有啲嘢好出色咯，係嘛 ？OK，OK， 就係咁樣。OK， 哇，19分，好 ，OK， 我哋睇埋啲字先，好冇？睇曬，睇到睇夠啦，係咪啊？頭先咁耐啊，咁就我快講依扎啦，依個字就係頭先嗰張大祭典畫啦，啊。他的作品顯示，即係頭先嗰張大嗰張祭典畫啦。佢冇好似 Dua 一樣咧，奮力想成為咧異於純麗偽像嘅人啊，即係話佢冇想將自己係提升個地位，變成一個 artist， 或者咧被發現於哥德風格晚期嘅宗教藝術之關顧羅嗰啲俾個傳統綁實啊嚇。雖然咧佢熟悉某一啲意大利藝術嘅偉大發明，但係咧只係佢哋合乎佢對藝術功能嘅睇法時，佢先用。即係話咧，佢都識一啲新嘅技巧，但係咧啱用先至用。關於個觀點咧，佢似乎冇咩疑問。對佢嚟講咧，對 Gunnaro 嚟講咧，藝術並不是要探索潛藏美的法則。呢樣已經係同 Dua 調轉啦 ，Dua 就係要抄一啲匿埋嘅味係嘛？藝術只係一個目的，亦都係中世紀一切宗教藝術嘅目的，就係用嗰張圖畫提供教義，宣揚教會所倡導嘅神聖真理。簡單嚟講，張畫係要講出聖經嘅意思，喺呢個教會嘅立場度發言嘅。得唔得？而家我哋嚟睇就覺得好似好即係你跟翻佢，同一個口徑啊，又乜嘢？但係其實又唔係壞事嚟嘅。以前嚟計，大家就睇到係嘛？所以佢宣揚，所以佢就係好痛咯嗰張畫，但係就俾一啲好痛嘅人睇一張好痛嘅畫嚟減低佢嘅痛楚咯，就係咁樣啦。OK， 大家都明啦。咁樣啦，佢犧牲咗其他顧慮啦，而去遷就依個啦嚇，咁咧就頭先釘十字架嗰個啦，就冇意大利嘅味啦，係咪？咁就受難啦，大家都睇到個垂死嘅基督啦。我快講啊，呢啲22分啊，嗌飲啖水先。因為十字架嘅字幕咧變形啦，咁嗰啲塔刺入啦，即係佢嘅邊，佢嗰啲邊係有啲吉嘅，咁啊又成身啦，搞到爛曬身啦，咁啊隔離嗰啲又有聖佢阿媽啊，又有抹大拉瑪利亞，跟住有隻羊啊，咁啊羊啊將佢血倒入嗰個聖杯裏邊咁樣啦，頭先都講咗啦 ，OK， 咁側邊頭先有個人又咪有啲字寫喺度嘅，就係、是、睇下先，聖約翰，施洗約翰啦，聖 John the Baptist 啊。總之咧，逢係嗰啲聖經話，你見到有個男人咧，個大叔咧就烏歪歪啊，整塊獸皮啊，冇乜剃鬚啊，嗰、那個就係聖 John the Baptist 嚟噶啦，幫耶穌施洗嗰個施洗約翰啦嚇。有兩個約翰嘅喎，記住喎，一個施洗約翰，一個聖約翰喎，調轉即係唔同喎。聖約翰就耶穌最中意嗰個門生啦嚇。咁頭先寫嗰個字就係聖經裏邊幾多節啦，他必興旺，我必衰微啦，就講啲嗰啲耶穌嘢啦嚇。中意研究就研究啦，同藝術唔係好大關係。
藝術家咧無意地要激勵面對祭壇嘅觀者啦，去睇個手勢啦，咁樣講一大輪啦，係咪？係啦，亦都係將耶穌畫到好大隻，而我哋咧就喺下邊變成好細隻，因為依一幅咧似乎咧把現實描繪得十分恐怖嘅畫裏邊咧。仲有一項咧唔真實而且奇特嘅功能，就係人物尺寸大啦。頭先講啦，耶穌好鬼大隻啦，係嘛？咁就大家知道個 size 啦。頭先我講咗個 size 個用處啦。依方面裏邊咧，Gunnarl 咧就拒絕文藝復興嘅現代法則啦，即係佢唔要嗰個新嘅方法，係咪？而且咧刻意回歸翻佢哋之前嘅規矩，就按照人物嘅重要性就大啦。都係總之啦。即係佢哋以前德國嗰個傳統啦，亦即係哥德嗰個傳統啦。乜嘢重要嘅擺喺中間畫大隻啲，冇咁重要畫側邊畫細隻啲，好嘛？正如呢個為咗祭典畫嘅精神而拋棄討人喜歡嘅美啦，係啦，佢要相佢唔係要畫啲嘢咧引你哋中意啦，佢畫個痛出嚟係嘛？佢同時亦都咧忽視咗比例嘅要求啦，冇咗比例的要求，因為咁樣仲先至可以有助佢去表達啦，施洗約翰畫中神秘嘅真理啦，總之佢嘅畫係要服務到講到嗰個聖經故事出嚟。OK， 好啦，啊睇下先啦嚇，依個重要啦，依個打咗粒星啊，重要啦。Gunnarl 提我哋啊，個作品提我哋，一位藝術家可以唔係進步嘅，一位藝術家一個。叻嘅藝術家佢唔一定係進步嘅，頭先我講咗，佢唔一定係要按照嗰、那個環境時勢要跟住人哋做乜我做乜嘅，好所以好複雜嘅，佢可以係或者可以唔係，都唔影響佢個偉大程度啊！大家明唔明我講咩？的確係，但的確係非常偉大，因為藝術嘅偉大性並不在於有冇新發現。好，呢度五十個人，我淨係問一句啫。大家明唔明呢度講乜嘢？去到呢個 point 明唔明？我今日講咁多嘢，就係想講呢個 point 啫。其實就係話一個畫，一個藝術，佢係偉大，佢係勁嘅。佢唔關有冇新發現，佢可以或者可以冇，明唔明啊？明啊，打個明字啦。唔明嘅就講下唔明乜，我再噏啊，好嘛？飲多杯水先。俾十秒大家打個名字或者 OK 啊，係啊，OK 明就得啦。啊，明咧，你明白咧，就可以令你可以開到你隻眼去欣賞事物，唔會俾啲嘢去，唔會俾一啲無謂嘅所謂規矩咧，去減低你吸收藝術嘅能力。同埋你哋各位，如果係畫畫又好 ，design 又好，或者從事任何創作嘅嘢好，嗰樣嘢你唔使定新㗎，新有咪有，冇就冇咯，係要按你嘅本性，按你嘅性格，你係好鬼中意新嘅咪新咯。你話唔係好中意新嘅，我淨係想黑白素描，黑白素描咯，冇事㗎，點會有事啫？但係你要嗰張素描要畫得好好咯，你明唔明啊？就係咁樣啦，唔係人哋話。要你中文唔一定要講到個故事出嚟㗎，唔講咪唔講咯。我見到一塊好靚咪畫咯，使鬼同人交代咩？係啊，唔使㗎，唔使堅唔使㗎。你感動到人就得㗎啦。到最後，頭先嗰張畫咪耶穌，咪又釘十字架。你唔通耶穌畫個女人出嚟啊？係咪先？但係啊～就算冇新嘅發現，喺舊嗰度你都可以加你嘅嘢，但係我覺得深刻你要加自己嘅嘢落去㗎。係啊，你要加自己嘅嘢，你要有提升嘅，依個係要嘅，依個係要，但係唔等於有新發現，好嗎？而每當依啲發現能夠幫助佢自己心中想傳達時咧，佢就會顯示出佢哋有充分嘅熟悉啦。描繪咗耶穌死又成啦，跟住頭先復活嗰張畫啦，講係嘛？咁樣就變咗一個光咁樣啦，都幾爆嘅。依個當年好似超人飛天咁啊，大佬咁好多顏色啦，咁又係咁樣。OK， 好講完今日，唉，
哇，今日講好嘅耐。好，有冇嘢問大家？今日就最主要我頭先講嗰句，就係、是、想講出呢樣嘢，就係即係兩個玩家，一個係今日嘅General， 上集嘅我哋又熟悉嘅 Jewel， 各有各好啊，各有各好，係啊。書展冇取消話年底舉辦啦，會唔會去啊？我答你哋啦，好冇？我睇下點先。如果容許嘅都有機會會去嘅，因為我同嗰個出版商好 friend 嘅，即係嗰個畫材供應商好 friend 嘅，好嘛？大家創作嘅朋友啦，係咪啊？唔使俾嗰啲規矩限咗你嘅，但係要繼續努力。如果可以嘅話，頭先嗰個 general 佢冇加啲咩新嘅法則，但係嗰個痛楚又係畫到好痛，亦都係喺痛嗰方面畫到數一數二，而呢個痛咗又會治療到人嘅，就係、是、咁樣啦，好嘛？好，最後咧，又係啦。如果想繼續支持我咧，就記得要去 Minipedia 嗰度買顏色啦，好嘛？如果自己試過嘅，個個都讚噶啦，係咪啊？都出曬名，係全香港最好噶啦，都冇得傾噶啦。點解最好啊？因為我賣嘅家最好啦，我全部試過噶嘛，全部係日本、歐美試過嗰啲筆顏色我都試過，唔試過我唔賣噶，呢個很麻煩嘅。翻咗啲新嘅調色板好靚喎，大家中意上去可以買喎。我哋每個入一兩塊啫喎，最靚嘅調色板日本嘅北海道朱利英嘅調色板 ，OK， 依個就喺 Minipedia 嗰度買。第二咧就拜託大家如果未訂閱我嘅 Patreon 咧，付款會員制度咧，每個月月費$40咧，就可以去試下睇下嘅，真係嘔心瀝血嘅，我剪眼都蒙啊，其實真係好攰剪到，但係都想去有掃描入門實課，水出入門實課，就希望大家安在家中咧，喺疫情嘅時候都可以學到自學嚟繪畫，好嗎？你喺度問嘢，我會答你添㗎。如果畫成畫得點樣 ，OK？ 咁我覺得$40一個月係 fair 嘅依個價錢，咁啊變咗個零銀錢一日，咁我覺得 OK 啦。第二個就係話，如果有朋友都未知道有我嘅 Patreon 咧，麻煩你同身邊中意畫畫嘅朋友試，你同佢推介我嘅 Patreon 啦，好嘛？試一試睇下啱唔啱心水啦。咁就你哋支持我嘅 Patreon 咧，實際係真係令我繼續有依個金錢可以營運依、這個。屯門畫室的 YouTube 的，因為我 YouTube 咧個禮拜有三條片咧，我都想同埋直播就係會講藝術史啦。咁就禮拜二、禮拜六咧，我嘅片係有打字幕噶。咁我都堅持依啲係免費俾大家睇，但係同時間我都食飯，所以我冇得唔營運我嘅 Patreon 嘅，好嘛？係咯，交功課俾我㗎。你哋畫完啲上我嘅 Patreon 嘅朋友咧，學自己學咗嗰啲睇個 video 咧，畫完張畫你可以喺透過問我㗎，然後我會話俾你聽有咩要改進嘅，其實好唔好啊？以前畫家邊度買顏料啊？以前畫家自己整㗎，以前畫家自己整㗎。第一支油畫顏料咧 ，Vinsa Newton 出咧，都係喺18中期啊，應該183、184幾啊，即係喺印象派嗰期先至發明咗有油畫嘅顏料啦。咁之前水彩嗰啲都係自己整嘅，佢哋細個僆仔做學徒嗰時候咧，佢跟老師咧就學整顏色、學整筆成噶啦。有接得調色板啊 ，Fanny 有，我哋有幾多塊接嘅調色板啊？我哋有俾你望下好唔好啊？係咪要望啊？要唔要？大家想唔想望接嘅調色板？Yes， 我就攞俾你睇。大家想唔想睇接得嘅調色板 ？Yes， 我就俾你睇。我俾你睇埋，我先收工。記住去 Patreon 啊！真心噶，你哋嘅支持我先可以頂落去嘅，因為入咗兩塊嘅，我哋係日本嘅朱利英嘅。如果會上架嘅，我哋你及實啦。係啊，俾你望下先啦。呢塊啊，哇，咁靚嘅！嗱，呢度咧有兩個咩嘅？我介紹調色板嗰時候有介紹呢塊嘢噶啦，但我咪介紹咗調色板點樣揀，係我有條片嘅，咁就係呢塊嚟咯，日本嘅朱利英嚟噶，
係啊，櫻花木啊，好靚啊！誒，我自己用嘅靚啊。佢嘅好處咧，中間依度咧可以擠顏色，我入咗兩塊啊，要買襯手啊，但我未上架喎。如果你好想買，就可能有咩方法呢？係咪留言俾我呢？你等一等啊！你等一等啊！我研究下。Mini Pity 呢 ？Mini Pity Facebook，Mini Pity Facebook， Facebook 嘅有你揾啦。如果想買就喺度留言啦，我就會預Fanny 睇下會唔會。留一塊俾你啦，我得兩塊嘅咋，我下次船先翻嚟，好麻煩。係啊，留意一下啦，唔係留言啊，留意啦，我會出鋪嘅，你出鋪即刻搶啦，我得兩塊嘅咋。幾時上架啊？幾時上架啊？聽日啊？聽日咩時間上架？聽日下晝會上架啦，你去咩啦？你去睇啦，好嘛？我得兩塊，啊，好靚啊！冇噶啦，依、這個唔存在喺，依、這個係最靚嘅調色板，係唔存在有靚過佢噶喺依個世界上，有我都買咗噶，好唔好？嗱，我俾個嘢你睇，即係咧，佢有張紙嘅，佢有張紙，啊呢啲，啊有個 size 嘅嚇，咁就好靚噶嚇，總之就啊，睇下大家留意啦，好嘛？係好靚噶，真係好靚。等下先，好啦 ，OK， 搞掂，多謝大家支持，記得去 Patreon 嗰度做會員啦 ，OK， 就好幫到我噶啦，你哋咁樣，好啦，多謝大家收睇，我哋下個禮拜再見，好冇，拜拜。